你提要求，我来帮。欢迎收看《刺激战场粉丝帮》第59期视频。大三大三，你能帮我揭秘一下用手雷炸飞机99发的秘密吗？好的，今天将揭秘手雷炸飞机之谜。先看一下原版视频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通过原版视频一眼就能识破有 P 图痕迹，我先声明一下，这并不是 BUG， 大家仔细看，他拿的并不是手雷，而是苹果。还有就是在手雷爆炸的时刻99杀，但机舱依旧剩余100人，此等 P 图技术带有提高。其实制作过程非常简单，只不过时间是个问题。第一步，来到训练营找几颗手雷，把手雷爆炸的时间和下面的手雷通过 P 图的技术把它们抠出来。第二步，来到游戏中掏出蛋糕等待飞机出现，素材录制完成。最后一步，进入后期，进入调色阶段才能展现出视频的效果。想要超越原版视频，必须流点汗水，然后把手雷爆炸的特效添加到视频中。最后一步，修改剩余人数和击杀数量，来看一下效果。